哎、欸，阿董要 share， 怎么看放进去里面？隐形的翅膀。我是 Miss Hippo， 今天有一个 special 的 guest 就是 Randy， 还有 Ben。为什么今天会有 Randy 在我的 video 呢？是因为他去 Hong Kong， 他买的 Hong Kong 的 snack 回来给我 try 给你们看。很多的 Hong Kong snack。Yes。我去他们的 supermarket 叫 Welcome， 连、oh. 他们真的很多 different snack， 在我看来就 Oh my God， 我就买了很多。哇、yeah. wow.。OK， 所以我现在要一一的 try 给你们看 ，OK？ Let's go。OK， 现在我要 try 的是这个四周脆脆虾饼，然后它就会写香港怀旧版嘞。OK， 这个像一包里面哈，它有 six packet individual 的。OK， 现在我们来 try 看看 ，OK。哦，里面有几片？哦，里面有三片。哇哦！给大家 try 一下。嗯，虾的味道哦，这个就是我们时常吃的那个一模一样嘞。嗯。好。嗯，不错不错。它很脆。还有它的虾的味道西北当啊，连那卫生巾为什么放有一个 octopus 的啊 ？mix 可能是可能有一点 octopus 在里面吧，把这个哇、哦，它的鲜味很重的嘞，哈、哦，鲜味很重哦，你看它是会黏你的、那个 lips 嘞哈，真的黏嘞，这个啊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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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吃的，下一个呢也是四周紫菜，一样跟那个 bread 一样的嘞。然后这个是紫菜，不过、哦、它有那个 almond 在里面的。Oh, I love almond， 它懂我的心的呀、啊。And then this one 啊，紫菜它喜欢，它就跑进来了。哎，我还有多一个也是紫菜的吧？这个是 seaweed tempura 呢。啊， tempura 天妇罗。你刚刚讲说什么嘛？咖喱味。啊，咖喱啊。哦，我们没有try过，先把我们先try这个先 ，OK？ OK， 看一下。哦，这也叫 seaweed 啦。哎，这个像我们小时候呀，小时候吃的那种，在学校买这样，一毛一包一毛的。你看里面它有几包，看一下，11条，这样11条。你懂哦，这个摸起来是硬的嘞，很厚的，很厚的嘞，不像那个 normal 的紫菜是很薄的，你摸是薄。它里面有那个 almond 吗？对对对 ，that's why 它很厚嘞。OK， one two three set。嗯，好吃啊，这个，那里面还有那个 almond 的味道。哇，哇，这我可以吃全部。你看是两片那个紫菜在里面，中间是那个 almond， 一片那个 almond 的，会有那个口感 ，right， 很脆。你喜欢吃 almond 的人就喜欢啦、啊，我跟你讲，不喜欢 almond 的人他们会不喜欢。No， 吧，其实这个 almond 的味道没有很 strong， 因为 normally almond 的味道是很 strong 吧，这个没有 almond 很 strong 的味道。但是那个紫菜的味道很好吃的。嗯 ，okay， it's good。OK， 现在我们就要 try 那个 tempura 的 seaweed 咖喱 flavor 的。哇，很 excited 嘞，因为我没有 try 过 tempura 的这个 seaweed 是咖喱 flavor 的。哇，你闻？嗯，咖喱的味道嘞。你看它的 color 是 yellow color。OK， 我们一起 try OK， 咖喱的 tempura seaweed。It's good， 不错啊，跟刚才那个 CV 一样子好吃。嗯，这个两个 CV 都很好吃，这个咖喱的那个 flavor 真的很好吃哎。错，又很脆 ，special， 因为啊，关键是它的咖喱不会说很呛，好，真的 overpower。嗯，你真好哎，你去 Hong Kong 哦，你还会想到哦买 snack 给我，而且很 special 的 snack 哦。当然了，你的 video 这么多人看，真的。Oh， I'm so happy， 谢谢，谢谢。下一个就是我最喜欢的辫子饼干，因为呢小时候我就是喜欢吃这个的。它的这个是 maple syrup， OK， let's try。 Oh my god， so cute， 肥肥 QQ 短短的嘞，跟你一样啊。OK， mainly 哈，我每次买的那个麻花哈，这种辫子麻花是瘦瘦的，瘦瘦长长的，走，我们来 try 啊。嗯，很脆，很脆哦，麻花，它不会甜嘞，不会甜。嗯，最怕就是吃到甜了、啊，你就是不想，这个还 OK， very good。哎，我好像每个都讲 very good 哦。你懂为什么吗？ Because Randy 买的就是好吃的。OK， 下一个就是妈咪，应该是每个人都会有吃的啦，因为他们小时候哦，哇，
我们每次买的嘞啊。But 这个很 special， 我看到我就讲一定要买，为什么啊？他想说 multi vitamins 哎，或者有 vitamin C、B6、B2、B1、A 还有 B12 哎。哇，这样妈咪有这样的没有？我第一次看到。反正它的 packing 哦是我没有看过的啦，新加坡的是yellow green 哈，还什么啊？大概是这样的。Chicken flavor 的 ，Chicken， 还有一个是 barbecue。OK， let's go。不是需要去 crush 它，对喽，那你会不会的？我们小时候是 crush， 我知道，可是我要拍给他们看嘛。哦。哎，你看它的这个包装的是 powder soup 嘞，可能这个哈、哦、可以这样干吃跟可以拿来煮啊、哦，像 Maggi 米这样哦。呀。因为我跟你讲啊，一路啊以前他们吃哦，他不是有送这种 powder 的这个，我们没有用嘞，我们只是这样吃就可以了，我觉得就很够 flavor 了哦。所以我们先 try without 这个 powder 的先， OK？ 好怀念的味道哦，很脆很香，哎，没有放粉哦，已经够味道了嘞，哈，它的咸度已经够了，所以我现在揣一点放粉 ，OK， 我不要放太多了哈，因为我不懂，等一下太咸，啊，以前就是这样嘞，它的粉像是一样的，比较peppery， pepper 的味道比较重，像是 normal 妈咪的粉这样，所以我是哈跟你们讲，如果你们买了。我最好是不要放粉啦，因为我觉得这样吃就很像很好吃了。放粉我吃了，哎，阿秋哎，哟 ，sorry， 是 miss 不？下一个呢是哈、哦，好像 boggy 这样的，一只一只的。OK， 所以我们出来看看 ，OK， 里面它这边写它有九包小包的，我们开来看啊。啊、哦，是这样，这样很多，一包一包这样了。这个是 chocolate flavor 的。Actually， 我在那边看到有别的 flavor 也是。啊，有什么 flavor？ 很像有那种 normal 的 vanilla、strawberry flavor 啊。一样啦，他们多数哦，这种 boggy 的哦，他们的 flavor 多数都是这几样的。它不是 coat 那个 chocolate 的，它是 chocolate 的饼干。OK， 我们现在 try 啊。这很好吃哎，它很脆，它的味道也是很重。这个就是说哦，你这样吃哦，你不会说会腻，因为它是 biscuit 嘛，它的 flavor 是在这个里面，就是说它来一定 biscuit 来的哦。Not bad. Next is the 杏仁 chocolate 蝴蝶酥。你懂 ？I think 哦，那个 Hong Kong 哦，他们卖很多东西都是有 related 那个 almond 的嘞。有没有发现到？他们因为可能哦 ，almond 是他们那边的特产是吧 ？Most of the thing 他们有almond 的那个 flavor 的。Almond， yeah， 这个是我的 flavor。去 ，I think 哦，每个人去那个 Hong Kong 一定要买这个杏仁饼的。所以呢，我们现在来 try 这个蝴蝶酥 ，OK？ 咦，断掉了嘞，它蝴蝶断了翅膀，隐形的翅膀，是 missable， 这样嘞，它断掉。它是蝴蝶酥来的，这样是 half half 的，一边是有 chocolate， 所以这个是sugar 的 normal 的咯。OK， 我们来 test 看看 ，OK。很快。要不要 try 啊 ？try。很好吃哎。这个哈、哦，它的 butter 哈、哦、的味道很香哎哦。哇，为什么这样好吃啊，学步 ？OK， now is my most famous 的。famous。你今天一直讲错话哎！我跟你讲，因为这些 biscuit 东西，它掉在我的嘴巴，我讲话就不准了嘞。pronunciation。他跟我讲去Hong Kong一定要帮他买这个。这个东西。Almond cookie。Almond cookie。哇，这个也是很多包，你看。This is my favorite 杏仁饼。阿董，我们要 share， 整个放进去里面。你懂哦，这个的 texture 哦，它里面的那个 almond 很大力的，很大片，所以哇，咬下去它的 texture 就是一个粉粉脆脆。那时候我整个进去不可以讲话，因为聊我讲话，噗飞出来那个粉。下一个呢是一个花生脆糖跟老姜糖。这个我不是在 supermarket 买的，这是在像一个百货公司买的。哦，它是一包一包的 individual pack。哦， it's good， 真的很好哦，很方便啊。你看你不会说怕漏风还是怕刺哦？等一下黏黏啦，弄到 air 了就会黏黏软软。OK， 我们先 try 那个花生脆糖。OK， 花生脆糖哦也是我喜欢吃的。Who are you？ OK， 花生脆糖啊 ，Let's try。哦，很快哎！
哇，嗯 ，My God， 太好吃了。嗯，很好吃，真的很好吃耶。阿丁出发，这个我们吃到了，这个是最好吃的。嗯，我很喜欢吃这个。哎 ，unexpected 嘞，因为这个是老人吃的，多数是老人吃的哈。啊，你们年轻人不喜欢吃这种的？哇，真的很香，好吃哎。OK， 现在我们 try 这个糖啊，老姜糖 ，OK。老姜糖哦，也是一样哦，很多地方有卖包，我们要 try 看看这个好不好吃啊？好吃哎，所以它是姜吧，有 coconut 在上面。但是我咬的第一口哦，我是咬到 coconut 的味道，我不敢讲哎，我等你们讲。嗯，but actually like， 如果你吃久 right， 是会有点辣的 ，right？ 它不是很辣，不是很辣吧？不是很辣，不是很辣。哎，它不会很甜，有些是很甜，他们放很多 sugar 吧？这也是好吃的这个。But 如果 like normally 没有喝。好吃姜的 right， 他们就会觉得很辣。它的 texture 就是软糖，好像那种软糖的能疼啊，要不然能疼哦，啊那种哈 texture。像麦芽糖。现在我们来 try 肉松。哦，肉松哈，这个肉松是很 common 啦，因为新加坡也是有卖这种肉松这样包，所以呢，我们 try 看看他们的跟新加坡的有什么不一样 ，OK？ 可以，我们 try 看看啊。这个哦是一定是鸡蛋卷，上说来鸡蛋卷这样，因为他们里面是包那个肉松 ，OK， 我们来 try。也是好吃的哎，我吃不到肉松味道，好像没有像酸哈。它的肉松没有很多啦，没有很多，有吧？没有很多。哦，也好啦，肉松哈没有这样多哈，就是说 balance 啦哈，就是讲哈哈 balance balance 吃了，就是说不会也怕，也不会说很腻。OK， 下一个就是回去我们的 supermarket 的 snack 小了。OK， 这个全部都是一样 brand 的。可是你看它出这样多哈。啊，把全部几份 flavor， 所以我觉得很 interesting， 所以。Tomato， 然后这个是什么？关东煮啊，然后这个是来 takoyaki 这样，还有这个是小龙虾嘞，上汤龙虾味，这个是来 roasted honey chicken flavor。OK， 现在我们 try 这个关东煮的。哇，味道挺重的嘞，把没有那个的味道嘞，闻闻。闻它的味道很，好像很够味这样嘞，哈。它 taste like any other potato chip？ 没有，它 taste 没有，闻有吧 ，taste 吃起来没有味道。这个就很香啦，这个 tomato 的。哦，那个是 tomato 味道。你看这个的是那个 crisscross 的。这个是不一样的啊，你看刚才那个是plain 的，这个是有 cut 有线的，就是 tomato 的味道 taste 得到，这个不错哎，这个讲真的。OK， 这个是 teppanyaki 的 ，OK。Takoyaki， 这个是应该是会很咸的味道吧？来试看看。哇，就有 takoyaki 的味道，真的。它闻哦，你看。对你喝哦，这个很香啊 ，takoyaki 的味道。哇，这个吃得出呀，很好吃。这个就吃得出那个 sauce 的，还有上面那个 sauce 的味道。最后两个呢是 corn flavor 的，好像 corn 的，啊 sorry， 是 corn shake 的，它是。换做的就对了。我比较 interested in 这个，这个是那个小龙虾的，这个是 honey chicken， 一起开好吗？ OK， 哇，那个 seafood 的味道很重， try 那个龙虾的先。没有说很爽很爽，闻很爽的，不会说很爽。它的 chip 很好吃哎，很脆也是哎，很好吃。它不会很咸哎，不过它有一个炒龙虾的味道。哈哈哈哈哈！炒龙虾。你懂海鲜的味道这样啦，它有一个那个龙虾的味道。OK， 现在这个是什么？烧烤秘制鸡味。OK， let's try。没有honey的味道。这个上面有什么味道？有味道吗 ？Normal like barbecue 的味道。啊 ，tasty 耶。That's why 我们因为你吃了这个哦，它这个的 flavor 比较。高温啊，所以这两个哈，这个哈你要有吃有一点那个味道哈，就是这个，哎，这个会比较好像normal 的味道。OK， 我们 try 了 Hong Kong 的 snack， 我觉得全部都很好吃了 ，mostly 啦哈，差不多 80%。我要谢谢 Randy， 因为没有 Randy 买个 DVD 给我，我就不可能做这个 video 嘛，对不对？除了 Thank you Randy 之外呢，我要跟他讲我最 favorite 的 OK 的 snack， 他买回来的 OK 就是噔噔噔噔。杏仁饼是我的第一首选我的 favorite 是那个花生的，我的 favorite 是那个 seaweed with 中里面有 almond 的，是 almond。That's end for today's video. Do subscribe. What？ 他要给你一个 surprise。什么大事？我买了 ticket 给你去 Hong Kong 跟爸爸。
真的吗？真的。Then for what 你要买这个给我？你可以去 Hong Kong 做你的 Hong Kong vlog， 因为你的 vlog right 那时候看来真的很多人看 ，and like it's like trending。如果你要看 Miss Hippo 的 Hong Kong 的 vlog right， 你就要 stay tuned。Yeah， and also like 你们可以 leave 在你的 comment box right， 跟他讲他可以去哪里吃，那边有哪里好吃的东西，哪里好玩，他可以去。Okay， thank you guys for watching。Remember to subscribe to Miss Hippo YouTube channel， 还有 follow 他 on 他的 Instagram、TikTok。Okay, thank you everyone for watching. Bye! Bye.